电池怎么拍出夏日头像的照片？以扶手为前景，哇，放大手机画面，双手扶着杆，挥手洒洒水，呼哧呼哧，再游到岸边，手机抬高再放大，对，还是熟悉的黄金对角线，双手扶地低头笑，五指张开做个嗨，手机摆正退后两步，变成正方形，缩小，前放右边更网感，左扭右扭看镜头，头像感照片这不就来啦？如果你也想拍出这样的头像感照片，那就拉上你的闺蜜关注我吧。那我带你去怎么拍出下头像感照片？打卡重庆第二站之。最出片人最少的地方就是这里啦，让闺蜜哭泣哭泣，走到左边放大画面后，手机靠近栏杆，画面更蓝更纯净哦，然后就是美美的打卡拍照咯，调色参数都给你们整理好啦。下期继续带你打卡更多重庆宝藏拍摄地。前几天我拉着闺蜜去拍路灯神明少女照，看着闺蜜逐渐佝偻着背影，我的笑容也逐渐凝固。等一下，这不就是发光的发丝吗？家人们只需三步，轻轻松松拍出一卷古月同款神明少女照。首先，像远离渣男一样远离路灯，这样人才不会畸变哦。第二步，距离两个手臂。第三步，蹲下，放大手机画面，打开闪光灯，俯身下来，神明少女照这不就来啦？大哥，看到这里，点点关注吧。拍照好看的因素是什么？是一双灵动的眼睛，可是近视眼一戴上眼睛瞬间没了灵魂，还把辛苦化的妆好花了，所以我都离不开隐形眼镜，尤其是优童教的灵感日抛。这品牌是我做过这么多工作才找到的，毕竟作为一个拍照博主，我一拍就是一整天，而且我还是个敏感眼，对舒适度的要求可是很严苛的，和它的名字一样，上眼后灵感到忘记它的存在。它用了市面上少有的锁水网工艺，可以把水分牢牢锁住，而且保存液还添加了 SPMC 锁水保湿因子，就像给你的眼睛装了个水龙头。我白天出门戴了，晚上回家眼睛还是水水的。更重要的是，它的透氧量比普通水凝胶材质高出4倍，简单来说就是有充足的氧气促进泪液循环，咱们眼睛更能自在呼吸，咱们明面带也不容易有红丝丝，真不愧是专业做隐形眼镜的。作为一个懒人，日抛我是真的很难不爱，方便携带还干净卫生，关键是一盒30片，同样品质，但凡换个品牌价格都得3倍了，性价比真的很高了。不想再重复的框架又追求舒适度和性价比的近视宝贝们，给我冲冲冲！在家拍出头像感照片，手机与人齐屏，放大画面，瓜占一格，人占两格，手捧西瓜歪个头，假装吃瓜张大嘴，手机举高被你吃个瓜，双手捧个瓜，头顶举瓜长高高，再走到右边，哇，放大魔法，对，传说中的对角线构图法，猛吃两口看镜头，头像感照片这不随手就来了。你以为你只会干饭的闺蜜只能给你拍成这样，还能这样这样拍我脸，太难了。今天花30秒教你闺蜜拍出氛围感照片，满脸油光出棒脸。拍照之前先定好妆，控油持妆是首选，定妆不持妆也很重要，看看效果。想和实物拍照打卡，两眼无神，饿狼扑食，用粉饼的镜子反光到脸上，简易补光灯 get， 再让闺蜜站起俯拍，人和实物55分，记得头顶留出空白，视觉瘦脸完美比例，动作僵硬，表情便秘，记住道具与镜头互动，拿起杯子往前伸，夹起筷子放脸庞，假装不装凹造型，还可以打开电筒放上玻璃杯，再放大画面，打开手机闪光灯，氛围感直接拉满。都叫这么细了，快艾特你几个干饭闺蜜进来学。一杯两杯想到你，无论何时想到你。吃烤肉怎么拍出 ins 感照片？咦，放大画面，人物更突出。拿起手机假装拍个照，手指比一，平贴脸，伸出瓶子碰个杯，再坐到左边，手机抬高再放大，拿起瓶子贴脸脸。瓶子前身歪个头 ，ins 感照片，这不就来啦？闺蜜给你在操场拍的照片，正笑毕业，大头本头，动如封侯。在操场拍照，这三个地方绝对不能错过。在跑道上拍，跑道上坐下，让闺蜜俯拍，人物与跑道平行，放大手机画面，让闺蜜走到右侧，青春感满满。还可以在最后一点，脚往前伸，头后仰，对角线构图，显腿长。操场直接拍，背景杂乱路人甲，让闺蜜蹲下仰拍，放大拍，头顶留白，乱拍都好看。
足球网旁最出片，米切当起守门员，背靠门柱再放大，人物放在右下角，单手捧脸微微笑，德智前身比个八，双手举起当上框，还可以走到往后，打开手机闪光灯，同样放大，趁大片正过来了。天空是绵绵的他，就算他傻了又怎样？深呼吸甩开。都掉这么细了，你的笨蛋闺蜜不会还没学会吧？户外快闪活动怎么拍出这样的照片？手机举高，放大画面，假装喝奶看镜头，喝碗酸奶舔舔嘴，和周边打卡也超级出片。浮云秋千也很出片哦。天有高山酸奶，来自13大高山牧场，奶牛喝的是天然山泉，呼吸清新的空气，专用的生态牧草营养叶子茶，这么好的环境生产出来的奶味道就是好喝。天有酸奶节快闪活动已经开始啦，赶紧来熊婆婆的花园 get 同款吧，走去高山呀。请大家周末都来玩，喝高山酸奶，感受高山清凉，还能领取高山露营周边哦。小姐，你等等我。就是这个角度，好好看，看我，看。没有得到，被时间磨平了棱角，不断的争吵，最显眼的。笨蛋闺蜜给你拍的毕业照，平平无奇，笑得像傻子，一堆黑历史。今天教你一看就会的正式拍照大法，坐着直接拍，平平无奇有点呆，让闺蜜把手机举起来俯拍，青春校园女主的感觉不就有啦？想和黑板互动拍侧脸，头大脸胖像呆瓜，人放中间拍侧影，假装写字回头看，校园青春小学妹，不想露脸这样拍，怕被别人认出来，打开书本挡住半张脸，轻松又随意，画面放大，一部特写更青春。都教这么细了，你的笨蛋闺蜜不会还没学会吧？如果你突然打了个喷嚏，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。如何在家拍出这样又奶又绿的头像男照片？手机与视线平行，嘿，放大画面，人物放中间，手掌张开贴脸脸，手指鼻点下巴，退后一点站起来俯拍，单手举起。哦，大美，少女怎么能露出体毛？咻，使用外挂奥克斯冰点脱毛仪，冰点无痛脱毛，不同部位精准脱毛，多档选择，灯口垂直贴紧皮肤。小贴士，最好提前一天洗完澡后刮好毛毛，脱毛后6小时内不要碰水，24小时内做好防晒哦。这么便宜还脱得干净，难道不安全？老品牌很可靠，现在可以肆无忌惮的手举高高，双手放下看镜头。哇，再使用放大魔法，还是熟悉的对角线构图法。戴上墨镜，我就是最靓的仔。一个纸箱怎么拍出这样的头像男照片？咻，蹲到纸箱里，放大，点成正方形，看左看右看镜头，单手撑住靠箱子，嘿，手机高举到右边，靠着箱子比个心，双手放下往后仰。再使用魔法，手机闪光放箱里，放大1.6，双手撑地往前看，头像感照片这不就来啦？金黄色的日落沉没在海平线，夜色慢慢展开露出。大哥，看到这里，点点关注吧。